谢谢。嗯。哦，好啊，行，可以，嗯，好的，嗯，嗯，你挂了吧，我说相声呢，好日子，嗯，大伙坐在这儿听相声，风香，各路高人今天都来了，是，这叫满台的扑克牌哈，国外的朋友们，刚才有高人啊，是。你不是外人啊，嗯，那个李和彪变得挺好，是，还挺好呢，我挺欣赏的啊，是吗？这个好演员嘛，就是装龙像龙，装虎像虎，哎，演什么得像什么，像不像三分样，下功夫吧，嗯，这个玩意儿没有偷懒一说，那倒是，于老师有今天的成绩，这跟下功夫都是有关系的，那想出成绩都得下功夫，练基本功，对了，起五经爬半夜，是。起得比鸡早，嗯，睡得比鸡晚，嗯。哎呀，这个两种鸡的作息时间您还很了解。哎、没有这么说话的，您知道吗？啊，你是夸我吗？哎，这是夸你吗？我是觉得跟于老师在一块儿，实在是一个上学的过程。哎呦，您客气了，真的啊，没有，否则的话我不可能提高这么快。您这哪儿？您来我们这行里边，人家是这份儿。您说我好，台上台下，您都是头钩的角儿。您捧我了，捧我够了，刚疯了，哪儿到啊？你看，不管是家里头还是外头，包括您的家庭，都非常好。啊，家里边倒是不错，嫂夫人温柔贤淑，可以，孩子特别的可爱，也好玩。有人见过他儿子？是，已经快四岁了。嗯，聪明之极呀、啊！嗨。8个月的时候就会说话，啊、他是早一点，我可爱逗他了，是吧？于谦的儿子啊、哦，小宝贝儿真可爱。郭小宝，嗯，你先别说了，我儿子能叫郭小宝？你就说咱这心胸，哎，什么心胸？您还说心胸呢？我一点我都不介意，你知道吗？是。我介意呀、啊，这个，嗯，也姓于，也姓于啊，啊，外号姓于，知道吗？外没听说过，外号有姓吗？啊，小宝贝，啊，你已经8个月了，是，张嘴说个话吧，说说吧，张嘴就说，说什么呀？发票啊，啊，净跟着大人一块倒发票去，这是，后来就会说光盘了。哎，那怀抱的事儿就别提了，那就嗯，没见过这么聪明的孩子，是聪明，协调性也很强。怎么叫协调性呢？1岁的时候玩积木，拼的比哪个孩子都快。哦，玩积木，哗，输、嗯、了。哎，没听说过。家里还熏陶打麻将呢，是吗？你这个家庭能不出人才吗？哎，这好不了，将来、啊、以后他了不起，以后啊，实话实说啊，指不定怎么样呢。向您学习吧，别客气了。每个人都有一个愿望哦，正所谓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哎、您这指的可都是低处，您这个他还有浑水味呢。哎，这嗨、哎，您还弄一脸，您这人往高处走，虽往哎这虽往。虽然水往低处流，哎，这行了，好吧，我们不辩论这个问题了啊。嗯，我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？哎，您要努力，照样可以成功。我也是这么认为的，是吧？你说我这个不缺什么，不短什么，啊，虽然说长得不是很好看吧，没有，眼睛不大，但是挺有精神。那倒是，就我这撮个，我这模样，我这个状态，嗯、啊，这搁到北朝鲜，最次的是曲协主席。哎，嗨。到北朝鲜当曲协主席去，我心中那就是最大的领导了，是吧？嗯、您也没出过这圈倒是。嗯，我很希望吧，很希望自己能够很了不起。哦，我要多挣一些钱、啊。挣钱是对的，你笑话我吗？没有，怎么能笑话呢？人有钱了，这个丢人吗？有钱是光荣，现在怎么还丢人呢？好啊，我认可你这句话。那当然，每个人都有钱了，国家就富强了，这一点不假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小鬼说得好。哎，啊、小鬼哪儿练的就小鬼了？小腿说得好。哎，小腿，来去，大腿小腿，对对，没有腿啊，怎么没有腿能说那么好？对，我改裤衩了是怎么着？不是，我们说希望好啊，有钱丢人吗？不啊。不丢人，对，生活的好一些是应该的，是，凭什么都跟他们似的？跟谁们似的？开一二手车，住一二手房，娶一二手的媳妇儿，哎，是不是？连媳妇儿都二手的呀？我要
出类拔萃。您要拔尖儿。好，世界上有一个富人的排行榜，有叫福不福排行榜。哎，等，我每天我都跟他较劲。行，等会儿吧。行了，福不福排行榜都知道吗？谁知道啊？那叫福布斯排行榜，不服就把你撕了。哎，对，改绑票的，有钱的人多厉害。我是就叫福布斯富豪排行榜，每天我都要看一看福布斯。哎，福布斯萝卜丝儿，萝卜丝儿干嘛呀、啊、别走小折，每天我都看这排行榜，对，看看有没有我。嚯，天天都没有我，印错了吧。哎，您呢也是戏迷心。哎，我跟您说啊，啊，以后再看上面要有您了才是印错了呢。明白这意思吧？嗯，那什么时候能印错呢？哎呀，嗨，憋着让人印错了干嘛呀？您，我希望上面有我。有您印错了，我是一个好强的人嘛。那倒是，是不是？嗯，每天我的生活安排也不错，是吗？啊，吃，聊天儿，哦，见朋友，嘿，有些好的想法，好的创意，有吗？啊，把自己的生活安排的丰富多彩，这是应该的。没事看看电影。哦，还那天我看了一个好片子。什么呀？2012，啊，拍的是不错，一个灾难片。看完之后我心情很压抑。怎么呢？他说2012年就是世界的末日。是，还没等印错就完了。哎，那老别人印错了干嘛呀？你哪怕印错一回啊，你嗨，您也别这么想啊，完不了。那电影啊是艺术品，有虚构。我当真了，哎呦，我真往心里去了。你看看，要这样的话，人生何意呀？那没有意义了。我还要努力干什么呀？哟，我还存这么多钱做什么呀？这心就完了。我挥霍吧，这我要周游世界。哎呦，我要浪迹天涯玩去。我要去银行把我那2000块钱全取出来。哎，您这2000块钱打算周游世界呀？我就想吃什么吃什么。行了，您这喝出去了、啊、甭说周游世界，嗯，一到黄村就没钱了，知道吗？有的地方我可以走着走。哎，走着走没钱也吃不上啊。到银行取钱。哦，把卡扔进去。哦，先取200。哦，200块先周游半个世界。哎，这账也不怎么算的这个。嗯，吐出两张来，能200吗？我玩了命的搓呀。干嘛搓呀？我往死里边撵他呀。干嘛呀？人说银行有时候也有假钱。哦，玩了命的撵呐。哎呦，把那树要撵下去，这也成假的了。这个，你这人很讨厌，真的。废话，你撵他干嘛呀？你这不是往人家伤口上撒孜然吗？哎，这好嘛，还挺像这玩意儿啊。嗯，撵着撵着，时间太长了。哦，卡给吞了。哎。那1800都没了，我倒霉催的吗？这不是啊，我只能再来取卡了，那就改天吧。但我身上有200了，哦，我已经出来了，是散一散心，啊，出去玩一玩，逛一逛大街。好，哎，怎么呢？一抬头，这儿有一个庙，哦，寺庙，我要去烧一烧香，哦，求一个好兆头，心理平衡。往前走，可以。山门很大啊，蓝匾金字儿，嗯，一大块匾挂在正当中，写的什么呀？诈骗寺。哎，诈骗寺，有这寺吗？迈步往里边就走，真敢进。哎，嗯，有和尚跟他念经呢，那香火挺旺。喜羊羊暖羊羊黑，灰太狼在里住着呢。我想我还是走吧。别去啊，他就把我给炖了。别，您得进去求去。转身要走，他看见我了。啊，欢迎光临啊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买不买瞧瞧也是好的。嘿，这和尚拿庙当买卖干了，您瞧。来来来，嗯嗯，您挺好的，让您施主你好、嗯、啊，是来捐款的吗？怎么上来就要钱？我说我没等取出来，没有多少、嗯、啊，刷卡也可以。哎，这我这卡给推了，哎，净要短了。抵押贷款也可以啊，没有不要的。我说没有，对不起，没有。嗯，哎呀，你愿意器官捐献吗？哎，嚯，要玩命这是。我说你疯了。就是，你这庙属工商局管是怎么着？哎，行了，不像话，你什么都要，真是你吃人肉啊你啊！你要死啊你啊！他看着我乐了，嗯、啊，喊什么喊啊？你有病啊？啊，我乐了，嗯、啊，你有药啊？哎。
你有多少啊？你吃多少？我、哦、你吃多少有多少？你有多少我吃多少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有病啊？别说，你有药啊？完了，行了。兜里就200块钱，你跟人贫什么呀？跟着呢？你没听说过穷横穷横的吗？哎，就在您这儿体现出来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卖不往外多了，心里哎呀，我都恨得都不行了，堵得慌了。我心说，找一个好地儿，我好好休息休息吧，散散心吧。我这个状态是不对的。那当然。哎，啊，这边有一个植物园。啊，这我知道。那，嗯，南来的北往的各种的花草果木都在这儿有，是是，看一看绿色的东西对心是好的，它养眼呢，能够休息休息，对，调整我的心态，去吧。嗯，进植物园。好。哎呦，真棒。嗯，有树有花有草都有，什么叫仙人掌竹子，嗯，要什么有什么，植物园吗？天下有的植物它这都有，真奇。看见一片绿色，我的心情好了很多。那是，别何必这样跟自己为难呢？这就对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一抬头，嗯，看见果树，哦，我突然想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。哪位呀？牛顿师傅。哎，师傅，牛顿改厨子了是吗？对，牛的师傅。哎，这嗨，牛顿那是科学家啊。嗯，坐在苹果树下思考，苹果掉下来砸在头上，嗯，他想出那叫万有引力定律，这是重要发明啊。我怎么就不能跟他学呢？那可以学呀。找果树坐下来净化我的心灵，这就对了。3分钟，啪，成功了。苹果，榴莲，哎，嚯，哎呦，2个小时后我苏醒了。哎，都砸晕过去了。你要说跟街上榴莲砸我，我都不信啊。植物园什么情况都会发生啊。那的苹果全呢，眼前直冒金花啊。嗯，站起来要走，嗯，我这个口袋怎么是在外边掏着的呢？都翻出来了。刚才有英雄好汉趁火打劫了吗？嗯，那是英雄好汉干的事吗？我手机哪儿去了？哎呦，全没了。我电话没有了。哎呦，正着急呢。我说谁捡着给我呀？是啊，这边有一男一女。嗯，男的那喊谁的谁的。哦，我说我的。好，他过来抡圆了给我一嘴巴。干嘛呀？这女的怀孕了啊。嘿，好嘛，人问那孩子是谁的。1个小时后我又苏醒过来。哎，对，这位还真金打，老能醒过来。嗯嗯，我可能是个了不起的人。就这个就甭吹了，我这个心态什么时候死都行，真的。哎，对，还能缓过来，迈步往外走。嗯，我觉得我有点饿了。哦，没吃饭。哎呀，吃点东西吧。可以。哎，嗯，那边有一小摊儿。哦，下岗工人干的。嗯，煮个面，煮个饺子，馄饨炒饭，挺方便啊。往这一坐。嗯，来，嗯，啊，我挥霍一下。真花钱了。来2个饺子。哎，也是，您这200块钱能挥霍到哪儿去？嗯，来2个饺子。好，嗯，您等一会儿，等会儿啊，嗯，等那桌吃完给你端过来啊。哎，好嘛，吃剩的去了。坐着等着。嗯，正等着呢。嗯，我打这边来了一辆车。车，城管的车。哎呦，这车一过来一停住了。嗯，连炒菜了带吃饭的，呜，怎么着，瞬间就没了。哦，还真快。这是我一个人坐着看着他们。你也是让榴莲砸的反应有点慢。车停稳了，车门一开，嗯，下来2位城管。那当然，两个人表情很沮丧。怎么回事？我说别开车吧，你看没饭吃了。嗯啊，城管也是来吃饭的呀。你瞧这事儿闹的，天下之大无奇不有，谁不吃饭呢？他们怎么着我管不着，但是我是真饿了，真得找吃。一回头这边有一小饭馆。啊，那还行，我还到饭馆去消费吧。啊，那儿吃去吧。迈步就往里边走。啊，一进门怎么了？他这儿戳着一个塑料的黄牌子。啊，写的什么呀？4个大字。嗯，啊，小心的滑。小行了行了行了，您等会儿吧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您就别丢人现眼了，知道吗？以后再进饭馆带本字典行吗？行行行，别滑了，人写的是小心地滑。我误会了。哎，您这什么学问呢？这我玩的正高兴。老板出来了。嗯，看着我。哦，我这玩呢。嗯，
瞧见了，怎么你还问人家？你有病啊！嘿，你有药啊！哎呀，你吃多少？你有多少？有多少吃多少？吃多少有多少？你有病啊！住吧！你有药啊？行了，他们都很支持我，你为什么来？谁很支持你？你有病啊！你有药？你有病啊？你有药啊？不是真有病了，你这老说这干嘛呀？再来一遍吧，好吧。安静，安静，慢慢说啊。嗯。你有病啊？你有多少？你吃多少？我有多少？哎呦，做这几千个神经病大夫，你知道吗？就治您一个人呢，我跟您说吧。太好了，哎呀，这行了，真叫有病了，那就。我心说，我今天给你个样儿瞧瞧。真怎么给山啊？待会儿吃饭的时候，看我怎么找寻你的。哦，还要找寻人。煮碗面。啊、哦，面端来了，往这一放。啊，拿筷子，头一筷子怎么样？就夹出一蟑螂来。真让他逮着茬了。苍天不负苦心人。哦，来，炸他。怎么办？你瞧瞧，他脸都白了。那是，给换双筷子。哎，没听说过，这不是神经病都碰一块儿了吗？这不，这是筷子的事儿吗？我真的很生气，真的。哎，您也没经过这个，真的很生气啊！啊，赶紧吃，还真吃啊！你花钱了，哎，也算有口肉啊。要医治你呢，嫁出去啊！你有病啊！嗨，谁有病啊？这好容易见点腥口的东西了啊！哎，素面，嗯，吃饱了往外走啊！哎呀，人生怎么能这个样子呢？真是，对不对啊？我要活得好一些，哎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哎，一抬头，嗯、这有一大广告牌子，写的什么呀？卖房子。哦，售房，人家小区刚开盘，嗯，叫魔幻城堡，名字挺好，意大利风格，嘿，3000块钱一平米，白给啊，真不贵啊，当然啊，我得去，您看看，我贷款买房，您也只能贷款，我2013年还，哎，好嘛，那就是没日子给啊，嗯嗯，来的我一瞧，嚯。好啊，魔幻城堡，嗯，真是意大利风格。怎么呢？那楼都是歪的。哎，好，都按比萨斜塔那么盖的。售楼小姐看着我，嗯、要买快点，我看坚持不了几天。哎，好嘛，那就别卖了，那就这样。我是3000块钱一平米，也不能这样。谁告你3000块钱？不是啊，5万。那您写的那个3000，那是物业费。嚯，记住了，5万，5万。我一听啊，啊，嚯。至于这么吃惊吗？呼啦楼塌了！哎呀，哎呀，连一嗓子都禁不住啊！这楼真是魔幻城堡啊！怎么说没就没了？哎呀，这不是变没的。我刚要走啊，这售楼小姐打砖里边出来了啊！买不买？哎，还买什么？还买？我说你有病 啊！你有药啊？哎、呀你吃多少？有多少吃多少？你们太配合我了、哎，我这回连拦都不拦着了。我，你知道为什么不拦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有病、啊。有病、啊。再见啊！我要做一个，做一个了不起的人。你还有什么可了不起的？我要对自己好一些啊、哦！我不能再这样做了啊！你得换一个想法。我的生活要丰富多彩。这倒是。我要脱离以前的社会。是。我要好好的活下去。怎么活？我想我，我先买个小宠物吧。哦，这也是差不差，跟我做个伴儿。对啊，心情郁闷我可以骂他。哦啊，有病啊，有病啊，他还不还嘴儿。哎，多好，买小狗啊，小狗血统太纯正了，真的，京巴博美西施藏獒的串儿。嚯、哦，狗他们家指不定多乱呢。嗯，这狗他姥爷是个鸽子。嗯、啊，好嘛，嗯。打树上下来的，这多高科技的玩意儿啊！啊，美化它要到极致，这还怎么美化呀？找一美容院，好、哦，你来双眼皮，
给狗拉双眼皮，一会儿就拉完了，那快。我一看不对啊，怎么？怎么上下双眼皮啊？嗯，啊，我们开业大酬宾啊，你拉两道送两道，哎，没听说过，不像话啊！真是，你要这么烫个头吧，烫头，小狗的毛太直不好看啊、哦，烫一个头啊，烫啊烫什么样的？嗯、啊，烫个于谦那样的。这个您就不厚道了，您这个还往这儿布呢，烫吧烫吧，真烫烫了，一会儿弄出来一看，嚯、啊，毛都没了啊、哦、啊，改您这头型了吗？那边的，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嗯、啊，怎么弄成这样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火大了，哎、嗯，火大了，你拿什么烫的啊？你拿微波炉烫的，好嘛，你扫听这小子原来是卖烧烤的，哎对，还是厨子，这哪行去？嗯，挺可爱的狗，血统纯正，啊、京巴博美、西施藏獒、鸽子的串，别提了啊。哎，树上那年代就甭说了。嗯，那都对他好一些。干嘛？我得给他整容去。嚯，还整容？你看看现在这手术特别了不起。嗯嗯。不管长什么样都能整，整得特别好看。那倒是，对不对？嗯。比如说韩国人好弄这个。哎，韩国技术好。你说邪了门了哈？嗯。哪个国家手艺都不一样。对呀、啊。韩国人研究这玩意儿、嗯，研究的好。对了，可能还没韩碜啊。哎，这嗨、哎，你就甭叨叨。要不怎么叫韩国呢？哎，这韩。韩国就是韩碜那国呀，韩碜国嘛，简称嘛，没听说过大韩碜国嘛，是吧？哦、不会这，行了，嗯、让您说日本就没法解释了。嗯嗯嗯、那你还是解释一下吧。我什么解释呀？您就说您怎么去整容去？买票，买机票啊？真去啊？往韩国飞呀、啊？嚯、哦！狗托运，嗯，我坐飞机，嗯，哎呀，坐飞机晕呐、啊！哎呀，我这真难受，这还勒着那个。裤腰带这儿，哎，裤腰带呀、啊，这叫什么？安全带呀、啊！我不想系这个啊。姑娘说必须得系啊。哦，好，有一回飞机出事好没系安全带了，那一个磕的头破血流的，真磕着了啊！我说那系着呢，系着坐那好好的，坐那跟活人一样。嗯，哎啊，嗯，系上死了，他落一全尸。嗯，哎对，那管什么呀？坐这儿，哎呀，我心里翻腾啊，那就这一肚子啊，炸酱面呢、啊嗯，可乐冰棍啊，鱼香肉丝，我要暖够了。甭说了，再说也是那200块钱之内的。哎呀，还一脏浪面呢。行了，你就说吧。我这往外一样，啊，往哪儿吐不合适，没地方，来不及了啊！一回头，我旁边坐着一位，啊、这位真踏实啊，嗯、啊，就这么晃啊，他没事啊，常坐，哎，戴一眼罩睡觉，看不见。我实在憋不住了啊，我奔他的心口就去，真恶心，吐完就好多了。那是啊，您就痛快了。他没动，我也没动。嗯，飞机一会儿平稳落地。哦啊，他那儿刚一醒，我赶紧问他啊，好点了吧？什么人呢？您这是？你缺德不缺德呀？你为这个人在吃错了药？你这保重身体，再见，再见。哎呦，还关心呢。下飞机啊，接着我的狗。嚯，哎呀，我也不认识啊，生啊。生到哪儿去呢？初来乍到，站在韩国街上，哎，嗯、这站着一位，嗯、拿一纸壳儿写俩字儿，啊，带路。啊，韩国也有这带路的，哪国没穷人啊？是吧？那倒也是。而且这我这个整容，找刀子拉，然后得比划。啊，明白了，高兴啊！带我去，到那一看不对，怎么呢？狗肉馆，哎。韩国人就吃这玩意儿，你挠挠挠，像话吗？我这个比划，挠挠弄死，哎，这嗨，一句韩国话都没有。就是那个，这个那个，美容，你明白啊？他乐了啊！哦，有戏有戏、哎，日本人呢？哪儿出来这么一句啊？谁知道日本人跟韩国怎么混这么惨呢？就说是上韩国带路去了，带我去，带我去，带我去，嗯，到那去，哎，找了一个整容的医院，真到了，大夫真有相，是吗？大个，白帽子，大墨镜，口罩。白大褂都捂着、啊，一看我领着来人就明白了，是甭管了，哎，拉到里边去教人家了，跟这儿等着吧，啊，嗯、一个钟头给我抱出来的，哦，真漂亮，是啊，这狗太好，血统纯正，就又这规制完了更好看了，好看吗？大长耳朵，俩大门牙，一蹦一跳，跟那儿吃胡萝卜，呵，哎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好，别说了，别说了啊，两只耳朵竖起来，哎，这还行了，这顺口溜就别说了，不是怎么拉进去一只狗出来是一兔子呀？是呀，就是啊。你要说带翅膀出来，我认同啊，反祖了，那跟他老爷似的，是吧？哎，行了，别说了，出来这样，他们家准隐瞒血统了，我告诉你，这还乱。我这不行，这不是我那个。对，换吧。你那个样子的非常漂亮，还给我，对，要不然今儿跟你没完。对，大夫乐了，没完呢啊！你戴口罩，嗯，飞机上你还吐我一身的啊，这儿碰上了。
送奖状的来了。哎呦，给我们的啊！哎呦呦呦！哎呀，谢谢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我来那大伙看哟，北京德云社，这是百福图，百福图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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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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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啊，抱一下，我跳一个，嗯，不抱一下于老师吗？啊，来，都尝尝，都尝尝，来来。我都看不了了，嗯。谢谢谢，这个谢谢谢谢。外写的，小白今天没有来。春运红包贴春联，香香元宝家中签，大富大贵今日起，吉祥如意快乐年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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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。谢谢啊，谢谢谢谢，想报就来啊，想报就来。我把这些来来来，谁接一下我们这个？这个，谢谢，还有要报的是吧？啊，我们现在就知道活着了，嗯。不管是做节目还是演出，经常有人要求报一下哈，嗯，你看我到哪儿都能受欢迎，嗯，嗯，谢谢大家，嗯，这个很热心的观众。啊，这个快扁之前他们跟我提过这个事儿，嗯，啊，天津的、武汉的、北京、河北各地的钢丝，大伙儿一针一针绣出来的，真不容易。武汉绣完了，然后快递到下一个城市去，别的钢丝啊，观众接过来接着再绣，嗯，这大伙儿的心血。是，实话实说，郭德纲何德何能？真是啊，就是一普通说相声的，难得各位这么捧，我们就好好干吧啊！对，啊，好好干，好好说，谢谢大伙儿，谢谢。谢谢谢谢，今天这个你们要愿意听，我们就多说一点，是吧？嗯嗯，我们后边还好些个外国的艺术家都等着啊，反正来了也回不去了，是吧？嗯，等他们，嗯，一会儿让他们再演，我们哥俩这个时间多说一会儿，咱们说痛快了，哪段都不让播啊。我就说说点不让播的啊，其实说两句话，好相声你不能用播出来作为它的衡量标准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们俩人按说呀，也不至于胡说。对，那当然，这个岁数了，是不是？我都三十七了，今年，谦哥都七十三了，哎，我就活在坎儿上了，我啊，知道好歹，对，知道好歹啊。您甭说我们这比我们再小的孩子们也知道，演员在台上是有底线的。嗯，有的话能说，有的话不能说。对啊，对我来说，能跟谦哥在一块儿，我觉得受益匪浅。你瞧，又来了，实话。现在这个年头，说实在的，于谦说相声那如何如何？嗯，这要清朝那会儿，谁瞧见于谦，那马上过去先得磕一个。至于不至于？那人家是有身份的人呢。有什么身份？借这个机会报一个料吧。您说说。那谦哥，嗯，不是汉族。啊，那是杀妻子弟满族啊，他是满洲正黑旗的。哎，正黑旗的呀，那我们就什么都瞧不见了。不是，满洲正黑钱的。哎，我以前我是绑票的。嗯，不是，他是那个正黄旗的。啊，对对对对，跟皇上是本家，那是宗室，是不是？嗯，宗室，那跟皇上一家子。对，当初在清朝有八大铁帽子王。对。跟老主爷打江山的，嗯，皇上无以为报，嗯，这八家世袭罔替，哎，一辈传一辈，父亲当完了王爷，儿子当王爷，都免死，啊，别往我这儿比，您别往我这儿比划，说儿子的时候，就是一辈一辈的这么传下来的，是八大铁帽子王之一，就是老于家，嗨，啊，八家有他们的，就是那个绿帽子王，哎。世袭的还传代呢，辈儿辈儿出这个呀，别说了，你说这家人心多宽，你知道吗？你瞧我们家飘这色儿吧，啊，翠绿翠绿的，哎呀，没有绿帽子，没有，都还不承认，后来不承认了，哎，一直也没有，一直也没承认过，怎么了？就是没有，没有过啊，对，就是到后来了，嗯，普通老百姓了，这本身过日子啊，嗯，但是家里边挺有钱。有点底子吧，因为那句话了，啊啊，这个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
那是这么说，这是实话，这是实话。到现在他父亲还住着四合院呢，那能代表什么？北京城有钱人挺多。嗯，我们家住一独栋，我们住一什么大 house， 我们这那个，我那个院5000平米，嗯，你准住在河北省的边上。哦，远了，你少来这套，二环里给你5000平米弄个院，没有，不可能啊。对，你只能说早年间王公大臣贝子贝勒有钱的人留下来的四合院，对，两进的三进的，嗯，那个宅子还行，嗯，但是北京城也超不过10个人住这房子呀，就这么稀少吗？10个人里边有一位是他的父亲，啊，这么说吧，啊，北京每10个人有一个是他父亲。谁说的这？我这爸爸太富裕了吧？就是有钱嘛。哎，这没有，10个住四合院，老头愿意住四合院。对，生活那是讲究之极，这还能怎么讲？看完人家能生活，咱们这日子都过不了了，是吗？吃喝穿戴，样样都得是这份儿的，都拔尖，粮食青菜，嗯，都得是自己圈地。嚯，哦，找哪儿说好了？怀柔啊，密云啊，山沟那儿啊，这一片地140亩，我包下来了。有雇人给我种啊，哎，这儿大白菜，嗯，哎那儿，哎小白菜啊，这边大白菜，哎小白菜，我们家就靠吃菜活着了，是怎么的？就是各种菜吧，啊，大白菜你爸爸吃，你吃小白菜，哎嗨，嗯，行了，各种菜吧，嗯，养了好些个，嗯，老母鸡跟那儿下鸡蛋，哦，这是自己下，哎，吃肉也是自个儿家养猪，嚯，养牛养羊，哎，外边买的不吃怕不干净，真的，水果也是如此，水果也行啊。苹果呀，草莓呀，什么的都包好了，就这一片地，嗯，啊，我们跟这儿吃，掐尖儿吃，怎么叫掐尖儿？好，做这么一个容器，是一个圈儿，摘苹果的时候摘起来往下扔，啊，嗯，您过去的都不要，小，必须卡在这儿吃，这样够个儿啊。种的青菜，种的什么化肥一概不许用，那这绿色都就是老爷子自己的肥料，还相信什么呀？这是，这太能拉了吧？这个。种这一片地靠这一人啊，别人的他吃不惯，哎呀，对，没听说过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就这么了不起，这叫了不起吗？喝水也是，喝水只喝京西玉泉山的水，现在还这样，明朝清朝的皇帝喝玉泉山的水，嗯，北京城的水井大部分都是苦水井，对，有甜水井也被有钱有的世人把着，是老百姓喝不着，嗯，皇上喝水喝玉泉山的水，那儿拉大半夜有水车进西直门给皇上送水，对，西直门的城门洞顶楼上刻着水波纹，哎，那是走水车的，嗯，乾隆皇帝做过一个银斗，哦，装满了天下的泉水上秤去称，嗯，玉泉山的水最清，这代表什么呀？说明他没有杂质，干净。他爸爸喝这个水，嗯，茶也更甭说了啊。再说喝铁观音、大红袍、太平猴魁，嗯，派人到当地去，这点树不许别人种。哎呦，我包了，也包下来。哎，这叶差不多摘下来，连家伙带师傅拿飞机拉到北京来，哦，站在我跟前炒，现场炒制。你说你跟那儿弄完了，装塑料袋拉到北京，我再买，人家不喝。你看看，不放心，怕假。那个壶，嗯，那炉子都带着温度计。哦，铁观音多少度水，亲眼看着，很严格，差一度也不喝。嗯，啊，就看着，沏茶。哦，水开了，哇，嗯，铁观音呐，他要洗还得洗一下。嗯，第一泡不能喝，洗吗？倒掉。是他爸爸从第二泡开始喝，第三泡、第四泡、第五泡，越喝色儿越浅。哎呀，我爸爸倒不上火是吗？一泡一泡的喝茶呀，多大能耐这是？哎，一泡一泡的，一泡不是倒了吗？哎，就那能喝的倒了，剩下都一泡一泡的呀。嗯，就这么讲究。嗯，雇了4个保镖，4个人，原来特警下来的。哦，1米8大高个，嗯，刀砍斧剁一般齐。你看，太阳穴弩着，腮帮子鼓着，胳膊四棱子起金线，有功夫。一个人打70-80人，假的一样，专练这个。伺候他父亲。哦，老头有一个非常标准的作息时间表。嗯，天一睡就睡觉。嚯，天亮准起。嗯啊，老中医说了，天睡我睡，天醒我醒，这是规律。人不可逆天行事。嗯啊，说这个我能熬夜一宿宿不睡觉，你那叫作死，多好，身体得不到休息。对，他爸爸太讲究了。是啊，一看上午9:10，哎，换衣服。哦，不管干嘛马上换衣服，嗯，头上脚下穿好盖齐了，嗯，4个保镖
拖着鸟笼子，捧着茶杯，抱着点心，拿着水果，伺候老爷子出去玩去，上公共厕所。哎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别说了，在当前就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住那么好的四合院，上公共厕所去，当初忘了盖了。哎呀，谁的图纸啊？这是。再说了，上趟公共厕所，至于后边跟四个人鸟笼子、点心匣子又水果，干嘛呀？这是。他怕半截饿了怎么办？哎，那儿吃去啊！这伺候老头出去啊！公共厕所门口，老头站住了。哦，这四个一字排开。啊，哎呦！厕所门口喊唐威去，老爷子这才迈步啊，往里边凑。哦，公共厕所嘛，是有人蹲了很多人。嗯，他父亲很亲民呐、啊。怎么叫亲民？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就打个招呼。哎呀，行了，不用那么客气。哎，行了。哎呀，您再扎到坑里头去，这不要了命了。不要起来，不要起来。废话嘛，谁拉着半截起来握手来呀、啊、你啊，忙你们的，忙你们的，不忙人家的吗？现在该我了啊。啊，来更衣。哎，我还更衣呀、啊、换衣服。哦，干什么穿什么衣服。哦，这会儿要换上便服。一点都不假。您换吧。帽子摘了。头套摘了。嚯、哦、大衣。围巾，哦，西装，全脱，马甲，这三件套上厕所去，领带全带着呢，衬衣，衬衣都脱，郭德纲怎么没有这么逗的，你知道吗？当着这么些人，你给我说清楚了，这是什么？贝贝家，哎呀。贝贝家呀，鞋脱了，啊，裤子也脱了，秋裤，我，三毛奶，好几层，线裤，又来了，裤衩，哎呀，裤衩都脱了，哎，要废话，你这你跟我说这是什么？小袜袜，这要是袜子，这就不是贝贝家，知道吗？少来这一套，你脱了吧，你脱完了。脱完了。由头上到脚下一丝不挂，光着呀，穿一双新拖鞋。那管什么呀？吩咐四个保镖啊，撤。哎，撤，衣服得拿回家挂起来，不能有褶子。不，咱不说那个，那这儿怎么办呀？就是你父亲一个人，自己。哎，走，回去，回去吧。别位，该我了啊！早就该你了。行了，别使这么大身段，这脚底下都是坑，您再掉哪里头？找了一个合适的位置啊，老爷子蹲起来方便，每位置都挺合适啊。跟大家聊家常啊，聊天。我最近食欲很好，我想吃的有。别说这个，在厕所你老说吃干嘛呀？就吃聊天呗，说话。行，陆续人家就走了，哎，完事儿了啊！再见，再见啊！哟，哎哎，真是，哎，这我要是这位就不撒手，给你带出去。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你父亲？对，谁父亲呢？怎么意思？这是就跟大伙客气呗。就别聊了，聊着天，哎，突然发现出事了，怎么了？没带纸。哎，刚才就都白讲究了啊，最关键的没带。人家走了。地上有一张纸啊，这挺好。怎么呢？哎呀，可是虽说干净也不能捡啊。怎么不能捡？对过还蹲着一人呢。哦，还有一没走的。你捡这个他笑话。不，等他走再说。等会儿吧。赶巧了啊，这位爷没带纸。好嘛，都碰一块儿了，这就也看上这张纸了。哎呦，心里是一样的。嗯，要等你父亲走，怕笑话，两位就相上了，跟这儿。那可不是吗？50分钟就过去了。哎呦，把你爸爸气的啊！讨厌呐、啊！这是干什么呀？画个圈圈诅咒你！嗨，哎，全想起来了。你再看这位啊，你我这位比他还厉害。三个小时
哎呀，你爸爸站起来扭头就走，不擦了，都晾干了。后来呀、啊，哎，行了，行了。这玩意儿没有连本的，知道吗？一说一乐，哎，这个相声未必能给您带来什么教育性的东西。那是，听完开心比什么都强。对，我们这个岁数人，知道好歹。嗯，说我的口入您的耳，不能粘牙，都能听，不能瞎说八道，那不成。是，这个岁数了，有句古话说得好，四十不惑，就是嘛，四十不惑，对，四十就不让霍霍了。哎。哎，四十以前也没让人霍霍过，知道吗？他也遮羞脸，遮羞脸。谁想遮羞脸啊？谁遮羞脸啊？他说我们这个岁数知道好歹，是实话实说啊。嗯，其实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。嗯，我的童年是在天津度过，对，他的童年是在北京度过，两地啊。其实回头一想，我们那会儿也挺好。那小时候啊，你七十年代虽说没什么吃的没什么玩的、但是依然很快乐，童年嘛。有时候弄我儿子买玩具，我就说哎呦，我们小时候哪有这个，嗯，用大铁圈一推，推出三站地去，高兴的跟什么似的，那叫滚铁环。他小的时候在北京长大，对，典型的北京大胡同那个大杂院，杂院那个孩子。 他跟李菁是发小，我们住街坊。李菁大家都知道啊，对，我师弟啊。啊，对对对，太刺激了。对对对 对, 对，嗯，现在李菁也挺好，家庭事业方方面面都不错。嗯，小的时候他们俩是最好，那就我们发小嘛。啊，那会儿他是孩子头，我比他们大几岁，一帮孩子，我是队长，带着他们玩。你比如谁疯了，他是队长，就自封。李菁是副队长，小孩每天队长带着副队长，俩人玩的高兴着。嗯，就俩孩子呀。那还美什么呀？别的孩子不跟他们玩，哎，有人缘，嫌他们穷。嗨，其实那个年头家家差不多，都一样，谁比谁富多少？是，可能相对而言，他们两家稍微困难一点点，那就更甚一点，是不是？嗯，长得挺大的，连炮都没放过，买不起，放炮。哎呦，现在来说放炮根本就不叫事啊啊！然后呢？嗯，这就是。弄虾仁的那个人。嗯嗯，打小到大一步一步走过来，不这俩孩子说两句话真不容易。是，从小到大，没想到大了又在一个单位工作。我们俩现在都在德云社。都在德云社。对，有的时候还是有人说了，说于谦啊，说李菁啊。嗯，有的时候我爱说于老师，因为李菁没什么可说的，咱实话实说。不，这李菁真的没有什么可说的吗？咱们这个这个场合要说人家，你觉得合适吗？不，那，哎，您要是觉得老说我，您觉得合适吗？你们觉得说李说李菁好，说于老师好，都成像话吗？您您没有立场不成啊？嗯，说我们家的事儿，您听得差不多了。嗯，我给你讲一个于老师的父亲上厕所的故事好吗？哎，行了行了，嗯，啊，就讲完了这个，讲完了这个。对了，我看又进来一个人，他可能刚才没听见这个。哎，嚯，给这一个人也演一遍呢。啊，怎么了？说，啊，少帮主啊。哎，说说李菁，说李菁，李菁实在没什么可说的，现在很好。怎么着，李菁？先说李菁，后说于老师。谁说的这是？尤其这边坐着一大哥，谁说李菁？我。不管说谁吧，其实来说也是让大家高兴。对，这个事儿是真中有假，假中有真。哎，您别这么说，都是假的。嗯。你要这样就没意思了。你不，你说点别人的吧。说别人，别人不好玩，就是你们俩可乐，你知道吗？那您就捡那可乐的说呗。也邪了门了啊！你说你们俩的事怎么这么邪了？我们俩有什么事儿啊？就这么些的，俩人啊，爱好是一样的，是好喝个酒。哎，啊，你看我不喝酒，他们一天到晚拿喝酒当正事干。我们喜欢这口。哎呦，尤其俩人喝酒，喝这么些年酒，从十几岁喝酒喝到现在，他们统计过，在喝酒上花的钱都一百多了。哎，那没喝多少酒啊？喝不少，但是没在酒上花过钱。
那我们喝什么酒啊？他们俩喝酒就喝蹭酒。怎么了蹭啊？啊，谁让？无论哪家饭馆啊，推门就进。哦，人家那桌吃饭，俩人过去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来晚了，来晚了啊！罚酒一杯啊！哎，这就喝一杯。后边那过来了啊，要再罚一碗炸酱面。对，没听说过。有罚面的吗？连吃带喝啊，扭头走了。嘿，这一桌都傻了啊！这俩孙子谁啊？哎，好嘛，这都骂上了。那回喝酒，俩人出了点小笑话。你出什么笑话了？哎呦，也是啊，连吃带喝，喝了之后头昏脑胀，晕了，顺着北京长安街由东往西，俩人就走下去了，奔西，就走到八宝山附近了。好，火葬场了，俩人觉得肚子胀得难受。哎呦，这怎么办呢？喝多了吗？要不说天子尚且必醉汉呢？对，这个酒不是好东西。嗯，俩著名演员肚子难受，竟然找一黑旮旯随地解决，那急了的。这个事来说，他父亲非常好啊。怎么了？老爷子每次行了，我老爷子那还不如我这个呢，知道吗？来找一黑旮旯方便之后，突然间发现没带纸。哎。这我们爷俩倒随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家传的嘛，是吧？什么家传的？上厕所不带纸也传呢？家传嘛。啊，这怎么办？嗯、啊，哎，怎么？李菁很聪明，是把内裤脱下来了。嗯，擦完之后一扔，往哪儿扔啊？您这个，你这么较真就没意思了。废话，啪一扔，扔完了啊。嗯，于老师呢？嗯，舍不得。我也太会过了吧！于老师过日子人啊，所以他内裤是毛线织的。哎呀，嗨，说这干嘛呀？嗯，容易弄一手啊。哎，对，针头大。一回头，后边一花圈，好、哦，八宝山附近嘛。哎，那随处有花圈多，抓了两把纸，方便了一下，擦。嗯，擦完之后，俩人回家了。是，到家就睡着了。那还不转过天来，这俩人的媳妇在楼下遇见了。哦，李菁媳妇说坏了，怎么了？李菁有外遇了。怎么见得呢？半夜回来，裤衩都没了。我、哦。于谦说：“他媳妇说您这还不错啊。”于谦回来倒是有内裤，那就好。屁股上粘一条写着“永垂不朽”。